以下呢是教会的活动报告，敬请留意。我们的教会聚会呢依然会以线上聚会为主，一直到五月为。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，现在就赶快呢点击订阅按钮以及旁边的小铃铛，每次内容的发布呢您就会收到最新的消息。在此通知大家，最新的 Logos 课程呢将会在5月24日开始，为期10个星期的课程，一直到7月26日，主题为圣灵的恩赐。那课程呢会以预录的这个方式进行，每个星期会把连接呢传到你们的 WhatsApp。那在此通知，我们没有设立线上的课室。圣灵的恩赐这个课程呢，主要是钻研哥林多一书第12章节里所提及的9个属灵恩赐。那我们要如何在教会发挥这些恩赐呢？圣经提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种或以上的恩赐。我在这里呢，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呢，现在就报名认识神的话语和了解圣灵是如何给您最好的属灵恩赐。详情呢，请联络 May。挑战越大，祷告呢就会越恒切。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参与教会所安排的每周线上祷告会，让我们依然可以聚集在一起呢做合一的这个祷告。接下来当我分享相关的祷告会内容的时候呢，请大家留意并记录荧幕所显示的 Zoom 的账号还有登录的密码。星期日早上，王牧师呢会在早上8点半以广东话带领我们的祷告会。星期二晚上8点呢，则是由玉禅牧师以中文来带领祷告会。双溪龙的祷告会呢会在每个星期五晚上8点半进行，每2个星期1次。更多的详情请联络我们的群弟牧师。如果您错过了刚才分享的这个祷告会的时间表呢，您也可以在这个聚会结束后呢留守这一个频道，所有的活动报告资料呢将会再次的放上我们的荧幕。New Wave 呢会继续以 Zoom 的这个会议的形式进行，每个星期六下午2点半一直到3点半。如果您还没有参与，请扫这个二维码并联络我们的 Link， 他会将你加入这个专属的 Zoom 会议。双溪龙青少的聚会呢则会在每个星期日下午4点开始，详情呢请联络我们的群弟牧师。最后，所有的家长们请注意，儿童的聚会呢会在现在的这个聚会结束后呢早上11点半呢开始。那我祝愿您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可以跟你的孩子们享受亲子的时光，以及让神呢的话语呢在他们心里扎根。